What makes the roof of the world so special? Is it the pilgrims praying from dawn to dusk? The red and yellow courtyards frozen in time? Or maybe the crafts encapsulating a unique culture? It's faces that give meaning to places. Countless men and women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protecting ethnic treasures. The wrinkles on their faces tell a story of passion, pride, and persistence, burning despite hardship.唐卡是我们藏族的非常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信佛教来讲的话，它是供奉物；没有那个信仰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艺术作品。差不多12岁开始就学唐卡了。我们家族是画唐卡的，以前都是家庭性的，我交给那个儿子是吧，其他也不教。 就改变这些了，1993年开始带徒弟，然后刚开始就在家里带，然后后来越来越多学唐卡的越来越多了以后呢，那个空间太小了，就方向也不足。11年吧，文化厅申请，然后成立一个西藏唐卡画院，不光是我们自己的作品，然后整个西藏的那个唐卡走出去的话，这样的一个平台。 以前的话，可能几百个人的话，老师们带的徒弟也不多，然后他本身市场也没有什么，就西藏这边的。后来那个改革开放以后，政策好了以后，就我们也可以去内地办展览，那个销售唐卡，跑到国外去推广唐卡，比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以后，收入不用说了，然后那个画画了以后，它有保护，它有传承。 创作画画，然后卖，我是传达者，我是赚钱，这样不行，赚钱是我一个人的收入。
更大的就是就是不培养那个传承人的话，我是一年比一年老，老了以后呢，没有那个继承人的话，那就不对了。现在在最重要的就是人才培养，没有人才的话，谈个传承弘扬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来讲的话，没有教育是吧？没有人才的话，国家发展是不可能的。对面呢，工作事业了，那些单位，你们跑到辅导给他们，所以呢，在天大南京，你们空调的，也反正。我这拍摄呢，这个工作介绍，没多少人了，他拉这个介绍，那他们单位忙啊，这个单位忙啊，工作介绍的。这是你到住的哪里住？这些你当然是你去学校或者去，天天搞搞搞搞搞搞，天苦的上去了。有的看用不差的了，嗯，家小点的，他俩扛顶上，嗯，俩扛起这东西，平时你看这个干嘛的了？嗯，这个，嗯，你这你这就用不过他呢，搞丢了。今年你看这，他那个看这十拿的装了，多个没得，那是俺俺着急呢。用不到的，但没啥钱多过，但感觉没啥麻烦的，大概能给你的。像人家多少业的说啊，新加坡业的说啊，这样你的用不过少少给少给钱。对，嗯，这样来说呢，对南党为啥新加坡的为啥是刚才龙哥都讲不，人不来说的没人空白，我估计懂一些。大伯给做的那人他不要那种大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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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意也的，杨金伯同意也的，杨女嘛同意也的。这种的一个土地上面有这样的独特的一个文化，那倒是的，我们是不容容易。身边不拉感谢的了，带你拍个老些时了，我当么说呢？所以说身边不让的，我也的我也的，感谢阿弟扛满在的身，当然身边不拉，带着去了。Tambo que chote la de